我被攻击了，我被神奇的镰刀怪客攻击了，好恐怖哦！他 biu 我两下，在我眼前忽然出现，吓到我嘞！好恐怖哦，吓到我了！哇哇哇哇哇！赶快先砍一下面包树。哦呦，物品拿满了，物品拿满了，吃掉一些。哎，我连海草都还拿着，吃掉两个面包树，再吃，把它吃饱来着，吃饱来着。哇，一颗面包树又没了，吃这颗面包树带回去好不好？不行，先吃，回去的时候再带。哦，好恐怖哦。哎，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到海那个岛上？神秘遗迹，然后就死了。等一下，我的信标丢在这，把信标丢在这。丢，有吧？这应该有用吧？应该有吧？捡起信标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它到底有没有用啊？等一下丢到海里好了，怎么感觉效果不是很大啊？丢在这海里，哎咻，叮，感觉好像有用咯，有发挥作用吧？哎，有了，信标，哦，可以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定位这个岛了，以后再来这个岛也不怕死。哎，这里有只剩先驱者晶片呢，哇哦，那这个岛，我。这个建筑物我应该还没有全部探索过吧，它上面好像还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，我先在外面走走看。这个从外部好像看不到什么东西耶，走了一圈浪费我的时间，走着走着都快饿死了，还是去山里面去传送门，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岛对我可能比较好，可能比较有东西。不过我要小心那个，我要把刀拿在手上，我要小心那个什么螃蟹扑过来我就死了，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一下。啊有，哎，螃蟹扑过来了啦，螃蟹扑过来了，不要扑啊，我赶快跑，好恐怖的螃蟹哦，我还没到那里就死了。被螃蟹扑死了！哦，传送门，我回来了！赶快过去！到了！嗯，这个我记得没错，是不能吃嘛，对不对？紫灵不能吃，我拿起来干嘛？外星植物样本，要往上走，走到外面去。我又回到这个岛上了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东西没扫描的，看到东西就扫描，直接传送到后方。哎，看到东西就扫描，这个扫描过了，看到东西体速花扫描，哎，这都扫描过了，哇，那就是后面那一块没扫描过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扫描过了，秋风又在爬山了。上一次我好像爬了这边的还是这边的，不知道，欸，我到底爬哪一边的，啊，走这边看看好了。我记得我爬了其中一个山头嘛，晚上了还在爬山，这不是深海什么深海漫游吗？欸，这里有一个箱子可以扫描。哎咻，里面有东西吗？欸，空的，可恶，竟然是空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草是辣椒吗？这里面，哎，这里我来过了，可恶，我竟然来过了，哇，这里的都被我扫描过后了，芭蕉草，这个已经扫描过，这能不能拿啊？我应该要把芭蕉草，感觉很好吃的芭蕉草砍回去。这个 DNA 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，哎，没讲能不能吃，哎，那
砍这个芭蕉草干嘛？哦，这个一定可以吃。哦呦，哦呦，哎哎，我满了，我满了，东西满了。这个可以吃哎、欸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吃掉一个两个好不好？这个丢弃好了，丢弃，不知道这个要干嘛。这里我竟然来过了，那去另外一个山头。 一个山头我来过，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去下一个山头。哎、欸，这一个山头比较难爬、欸，哎，穿过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哦、喔。哦哟，有小甜瓜，小甜瓜，扫描花盆，复合花盆。哦哟，有了有了，哇哇哇，紫薯，哎、欸，又满了又满了，嗯，拿了太多。 太多零食了，是不是？拿太多零食，吃掉一个啦！拿太多怪怪的东西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有不需要哦，这个椅子，旋转椅也扫描。哎、欸，有了！这个桌子有没有？办公桌我已经有了。哇，医师的 PDA， 一号，一号。食物供应，保罗和玛格丽特。 还有巴特，是爸爸的，坐以待毙。他们应该就在这边，最后不知道是我看一下他们最后是怎么死的，好不好？哇，他们的食物长不跟不上那个生长，消耗跟不上生长，所以最后还是可能会死。哇，看来没有很好嘛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直接这样跳下去会不会死啊？ 我还是沿着道路慢慢走回去好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一个东西哎、欸，海下面那里，可是我这样跳下去，会不会就回不来了？那里有一个东西哎、欸，我发现神奇的 PDA， 这样跳下去可以吗？ 我应该有空也要在这边丢一个信标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做得出来吗？哎咻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做得出信标吗？不行，我做不出任何东西。这里这个，我身上怎么都是一些好像有用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用的东西，一大堆种子，而且要赶快回去、欸。哎，这个种子会坏掉吧？我上一次有把这边的手东西扫描干净吗？没有。 凝滞枪碎片，好好，马上扫描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秋风来了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凝滞枪。这里还有。哎、欸，多余碎片，我已经可以做凝滞枪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个到底能干嘛？这可不可以吃啊？我现在对于这些东西能不能吃，异常好奇，有没有？ 能吃的我就种，不能吃的就丢掉。哎、欸，捡到一个 PDA 数据了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三号嘞。这个有一个洞穴，有饮用水。我大概看了一下啦，大概是讲这些东西。他们在这边，哎、欸，这里还有面包树哎、欸，这样会饿死吗？哎、欸，等等等，我被树砍。 我还以为我被树叶强暴了，卡住我，让我不能动，太恐怖了。这里很多面包树啊，照理讲应该不会吃不饱吧？我绕到后面来了，应该很棒吧？我又绕了一圈，这个岛我绕了一圈呢、欸欸，真的绕了一圈了，回到前面来了。 可以，真的哎、欸，绕了一圈，到这里，到前面的路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是要去那个啦，去那个刚刚我在扫描一些东西的地方，那里还有几个房子我还没有进去看，不知道有没有看仔细才对，有进去看过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看仔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是扫描扫描。 上面这个扫描，绿化墙已经扫描过了，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？
我这次有带切割器哦。有用吗？切割器有什么用吗？这个绿化墙已经扫描过了，里面是不是应该要进去一下啊？这个上一次我都有扫描哎、欸，我都有好好的探索过。哦，上去看看，这上面我有来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我也拿走了。哇哇，已经破烂了，已经破掉了。哎、欸，竟然是空的，已经没有用了。这个 PDA 我竟然没拿，四号 PDA 没拿。四号 PDA， 其他船舰的残骸肯定有用，它在发光。外星人，哎哎哎，果然有外星人。前人告诉我们有外星人，我也看到有一些外星生物也会主动攻击我。好，这些我好像有拿在身上，应该不用拿了吧？只要我早点回去，应该不会。哎，成就的，吃掉了啦，成就了，成熟。紫薯，我很怕它坏掉，很怕它坏掉哎、欸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拿起来之后，瞬间的往家里跑，好好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回家种在我的土盆里。哎、欸，我走到海边哎、欸，奇怪，刚刚我照理讲应该没有海边呢、啊，我不知不觉走到海边了。这里有一个 PDA， 刚刚看到的集合语音日志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那个是讲英文的，有人翻译一下吗？我看一下这海里面有什么。哎，这个海，哎，是漂浮的哎。哇，所以它是漂浮岛，这太神奇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它是巨大的。巨大的泡泡生物哎、欸，远古漂浮者，哇，飘飘岛哎 ，sweet， 如果在海里面根本就看不到整个岛，太神奇了，哇，它可以沿着路一直到海边来哎、欸，可以戏水，哇，刚刚上一次都没发现，啊，可是我拿的种子。我应该可以在这边丢一个信标，然后我就可以，这边有1000多米，有点远呢、欸。老实讲，还蛮远的，还蛮远的。如果我有海儿号的话，是可以直接来这座岛啦。可是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就给供哎，还不如回去了。来了来了，我找到回来的洞了。这里的洞窟还蛮多的。一不小心就走错了，我要赶快回去，然后把我的种子种在土盆里。哎咻哎咻，赶时间赶时间，来了来了，种植种植，冲哦冲哦，冲到海边去、欸！这样直接跳下去会死，不行。哦，还是要走这个洞窟啦。可恶，我最不讨厌的就是走这个洞窟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先驱者的晶片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。哎呦，这里好恐怖哦，感觉好恶心哦，我不敢再过去了。感觉好恶心哦，这里能走吗？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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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不能走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拿起来拿起来，哎，满了。本来想拿的，满了就不拿了。看一下我是不是有。额外又带了一些什么东西？成熟，成熟，成就，吃掉。哦哟，哦哟，紫菱，成就小，哎、欸，成就紫薯了，成就，成就能用吗？如果用不到，我就要把这个先丢掉好了。这个又不能吃，对不对？不能吃的我留着干嘛？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要乘坐我的海鹅号离开了，刮一下面包树。刮一下，好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快要可以上我的海鹅，海鹅四号，我来了。哎咻哎咻哎咻，有有有有，乘坐海鹅四号，瞬间回家，快加速回家。我要盖一个二号舱盖在上面。哎咻哎咻，这里有了。
直接盖一个二号舱，在我的屋顶上加盖一个，哎，好像可以。然后继续把我的太阳能板盖回来，帮你插太阳能板，更接近上面，那个吸收的阳光应该会更好吧。